你要带水吗？外面可以装水，对不对？我有杯子。你要带？左手一个可乐，右手一杯茶，对着喝的。还有水好。
运动饮料。运动饮料。哦，运动饮料。挺好的，一打起来就觉得，就开始就有那个状态了哈。来之前我觉得昏昏沉沉想睡觉，就是好像。这里真的温暖很多。对，一打球就一下热起来，就觉得挺兴奋的。在家里面坐着就觉得，哎呀，都几点了，我的天怎么早就黑了？现在天黑的太少了。今天浩伟那个不能来。哦、他说他昨天打 flu shot， 然后今天不舒服。哦，他打的是 flu shot 就不舒服了，还没有打 covid 呢。他打过了，他可能没有打 flu shot 吧。哦。对 ，flu 还好。flu shot 有时候就是会感冒，对。嗯，我已经打了三针 COVID 加一针 flu。哦，所以你已经充满了打了各种药。十倍比我们。非常的抗病毒现在。Pfizer 现在要准备要有药，要那个什么？对他那个新药挺好的，89%的有效，就觉得效果应该还挺好。不过最好还是别得了。因为感觉到 Thanksgiving 它可能又会有一波上。就是。哦，对， Thanksgiving 的那个周六咱们不在吧？还打吗？那个不行吧？你们这不在，对不对？下礼拜不在吗？ Thanksgiving 你们去滑雪那个周六。下礼拜就是下礼拜。哦，对，下礼拜还可以，下礼拜。对，下礼拜。Thanksgiving Black Friday 的后天，我们二三就走，我是礼拜三走。对，哪一天回来？礼拜一。礼拜一回来。所以就是下一个周六可以打，下一个周六不能打。应该是这样。那我们要下周六就可以。我们就也行。好吧，他可能也不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因为那天是就是四天的四天假期。那行，那就那天取消。Hey James， 你是不是 Thanksgiving 周末也不在？我们还不知道，应该会来。现在说不准。我们到时候再看吧。要是如果大家都吃的很多，然后觉得没有还在家里想活动的话，我们就再召集一波人。对对对，召集不同的人。哦，是啊。看谁还在也行。那我再找。没有啦，就是我们尴尬的，尴尬的。哦，看这房子没打呀，我想干的是，三口下不来在外面吃。对呀，而且我现在一个礼拜打好几次，我也不觉得很爽。5次、6次。王凯也在外面，你们下礼拜还有6天。对，反正。OK， 那我们就找了吧，但是我有时候会觉得，你会觉得腿。OK， 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脚跑得多了，对，会第二天早上起来。对，觉得硬相硬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要经常 stretch。但我打完了也懒了。如果叫麦片来的话，那就是然后就回家了，就洗澡去了。对，就是我觉得 stretch 太累了。是应该 stretch。对。我礼拜六 party 可能是比较硬，礼拜六。其实他们是12小时的时间。哎，对。好，来四位。好，拜拜。哦，他们那个可以看你的吃的。你现在先别吃了，打完这个球一会儿去看一场。哦，真的吗？有，我知道有 cookie， 我不知道有什么吃的。哎，你那个 cookie 不能吃。Justin。